给女儿找一个称心如意的人家哟。哦，待在岳母的家中，待我进去。小婿讨金鱼，拜金鱼。岳母有所废之，小婿乃是山东聂城人士，前来投亲，当初家婆做官职时，曾与岳父大人定下儿女婚事，叫我带上一张水晶带作为凭证。小婿乃是山东聂城人士，前来投亲，当初家婆做官职时，曾与岳父大人定下儿女婚事，叫我带上一张水晶带作为凭证。这是凭证啊？这乃是水晶带。哎呦，你看呐、啊，老爷在京城那位女儿点了东西，我寻思主席来告诉我一声，这女士拿着大娘门我都认不得哦。
呀，老爷进的婚事没有错的，你是哪吒你这表人才，我接他一欢喜哦。你是哪的？快告诉你啊，还是喜欢嫂子啊，你去给你们拜堂成亲啊。多谢玉母。Thank you.
卦，圣文颂。曾记那年兵荒马乱，我和我未婚妻子被那金兵冲散，起了战争平息，我上京赶考，龙虎榜上得中头名状元，到处寻找小妹和我妻子的下落。小妹她倒是找到了，我的心气如今下落不明，无奈我只好报了一字，取名沈志祥，如今也长大成人，本官我还是孤单一人，想起此事怎不叫人烦闷。可叹爹娘早丧命，小妹，你来了。是啊，兄长，今日小妹有一事与你相商。小妹，有什么事情何谈商量？兄长啊，
小美，姓张，
你看，此事万万不可。兄长，今日你呀，一定要听小妹我的。兄长，我早已打听到万江城外有一位小姐，正是百里挑一。兄长，你就等着我的喜讯吧。好一个调皮的小妹！向老夫膝下无儿无女，受过一子，年届无了。哎，怎奈他一天到晚游手好闲，不肯读书，实在叫我烦人啊。爹爹，爹爹啊！儿啊，你在哪里来啊？爹爹，我在外面玩着来。哎呀呀呀，我叫你在书房供书，你怎么一天到晚在外面玩耍，成何体统？哎呦，我是弟弟耶。儿啊，爹爹，像你现在正是上进的时候，功名未成，怎能谈及婚事？你要不帮我把沈家那个漂亮的小姑娘讨来，我就不念书。等你功名成就，我再为你洞房花烛。我不干，那我不干。好，你看上了沈大人的美
好，我要把你这门亲说好了，你要好好的为我读书。是是，只要你把沈文松的妹妹说好了，我一心一意给你读书。好好好，到书房去吧。是，谢爹爹。哎，这个奴才也是我把他惯坏了。那沈大人与我同朝为官，此门亲事待老夫我亲自前去，此事必定成功。忠心耿耿，包容恩平，一平诚心守皇恩，多蒙皇叔相冲，荣华富贵享不尽，回答我是胡门外总兵求见。什么总兵求见？窗花下去，冬月有请，有请。总兵大人，门大人，请。啊，沈大人，总兵大人，让我来得匆忙。王安生大人多多的包涵呐、啊！总兵大人，向本官未曾出门相迎，还望总兵大人海航三分。哪里哪里，啊，总兵大人，但不知今日来到我的府中为了何事啊？无事不登三宝殿呐、啊，我有一事，不知胆讲不胆讲？哎，总兵大人有什么话尽管地讲来。我有一犬子，名叫无奈，现已长大成人。今日前来，我想将你的小妹许配我儿为妻，不知沈大人可曾愿意？啊，总兵大人，闻听人言，你家公子在外胡作非为，无恶不作，我的小妹，哎，岂能嫁给于他呢？哎呀呀，沈大人，休听他人一派胡言。我的儿子他在书房攻读诗文，知书达理。救命啊，救命啊！这弟弟带孩儿请去看过明白，去看来。救命啊！弟弟原来是一无奈强娶民女。你跑，我看你往哪里跑！你，你，哦，弟弟，奴才，哎呦，随我回府。是。
就与我赶急不紧站住他家，他言道公务忙过以后送我回家，这样好人实在难寻。是你救了我哇，这小姐
为了今世一种人，人生聚散本领天地，洗尽笑颜获得福与故人。那日我把我兵打万将门，孟小姐一片爱心救赎生，今宵我路与我少先绝迹，甘心君子救柴去，你救我来，我救你，相救相助有缘分，以后难忘你用力，朝夕长挂知你人，我也曾梦中思念残香间，小姐情深已缠绵，只因我功名未成就，未敢本心身无安宁，如今是春风得意中，笑你心中的，拜托月老牵红绳，听君一切只心悬同身旁，相公啊，万两虽然待我好，常是媒婆寄堂前，愿君小姐，下月赐嫁，第一家那翻有三月回，三月归来定高台，亲美人把聘礼
小姐。公子。想我要辞去江南，三月以后方能回来，我不免送你回家也就是了。公子，我回去以后，我等着你的消息。三月归来，我定然采梅下聘，迎娶小姐。王公子，莫要忘记了。小姐，我终身难忘。Thank you.
双树。此情已共度二十年了，如今我收养一女，也长大成人，我这后半辈子就全靠她了。启禀夫人，沈家派人托媒来着。哦，有请。见过夫人。罢了，不知你来到我的院中为了何事啊？夫人，我是来替你家小姐顺美的。顺美的，你也知道我女儿东江不成西江不就，还不知他答应不答应你娶配沈家。沈家，哦，不管怎样，我把我的女儿叫到花园问个清楚明白。多谢夫人。女儿哪里，母亲。儿啊，你也老大不小了，东江不成西江不就，今日媒婆又来替你赎亲了。哦，母亲，不知是哪家？乃是沈家。沈家呀，说是沈家来提亲，桃花又是西来又是进，今的是怕公子念无心，西的是公子是有情人，羞羞答答母心寒，这门官司女儿啊，照你这样说来，你是答应了。女儿答应。儿啊，媒婆来了，千千万万，你终于答应了此一桩。说为娘到何命，你要什么嫁妆，为娘就陪你什么嫁妆。多谢母亲。但愿回我恩回家来。
姑母。侄儿。姑母。侄儿，你回来了。回来了。回来了好，回来了好。姑母，家中有何喜事？今日为何如此热闹非凡，站等几餐呀？侄儿啊，我不讲你哪里知道，今日乃是你弟弟的大喜。弟弟的大喜，哎呀，好啊，姑母，弟弟早就该成家了。是啊，你弟弟操劳了半辈子，也未成过家，好不容易今日他的大喜之日到了。嗯，侄儿，我有句话要对你言讲。姑母有何吩咐？只是你的母亲嘛，年纪轻了一点，你呀要尊敬于她。姑母，您老人家就放心吧，不管她多年轻，总是我的母亲，我当然尊敬于她。姑母，今日是我弟弟大喜之日，我心想前去洞房热闹一番，姑母可能去得？新婚三天无大小，去得的，去得的。好，姑母，那我就到洞房去了。去吧，去吧。心连心。